什么叫我就完了？我就要给他们说，我就要给小猫说，让他给你赔。谢谢点赞，谢谢点赞，谢谢帅哥姐们，谢谢。我要不要打电话给小妈呀？然后，哇，打电话给我小妈，然后肯定骂死人了，知道吗？帅哥姐们，肯定会说。而且看着你，你不要刷下来了，肯定会骂死我，说我没有管好一墨怎么怎么样的，知道吗？然后肯定会说什么，我就是我。他们肯定会说我跟阿伟哥怎么怎么样，所以把阿伟哥车开到我们家门口，所以被这样搞坏的。我小妈肯定会这样说的，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。你说我该怎么办？但是我培养我哥嘛，我现在没有那么多钱。加油加油，阿紫，好的好的，来，你们希望阿紫加油的吧，阿紫的公屏上扣个加油好不好？谢谢谢谢，给阿紫公屏上扣个加油。然后来，我们还没有关注阿紫的吧，关注点起来，我们今天就破个一万好不好？帅哥姐们，我们就破万，把阿紫的这个粉丝破万好不好？谢谢谢谢。然后还没有点这个黄色的爱心呢，我们就点这个黄色的爱心，谢谢。只要你们点了这个黄色的爱心的话，阿紫的头上会标出来一个粉丝团，知道吗？你们点了这个黄色的爱心的话，阿紫头上会标出来一个粉丝团，阿紫会看得到你们谁给阿紫点了这个黄色的爱心。对的，谢谢谢谢，对，给阿紫打个加油，我们在公屏上打一波加油好不好？我真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现在都不知道怎么才是对的了。不要怕你小妈，好的好的，我不是怕她，我是他以前也就是像我妈妈一样照顾我，那么小就照顾我到现在那么大嘛，所以我觉得我现在不提他话的话，我觉得很没有礼貌，就是很不尊重他嘛。我不是怕他，知道吗，帅哥姐们？谢谢点赞，谢谢点赞，来，你们还没有给阿紫点点赞的，阿紫点点赞，我真的是太难了。这两天我都不知道怎么跟阿伟哥说了，我妹把人家的车搞坏，真的。阿伟哥肯定是很生气的，我觉得他心里面肯定很生气，他就不好意思说而已。谢谢点赞，谢谢谢谢，来，你们还没有给阿紫点点赞的，把阿紫的赞赞点起来好不好？谢谢帅哥姐们，然后还没有关注阿紫的关注一下，关注一下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加入粉丝团，谢谢。还差500个，我们就粉丝就破万了啊！还差500个，我们粉丝就破万了。谢谢帅哥姐们，谢谢你们的对阿紫的支持，谢谢谢谢。我不想跟你说话，烦死了。你还学我说话啊？你什么意思呢？学你说话。你没有学我说话吗？你说烦死了。烦死了，这句话只有你可以说吗？没什么，这可是我的，我可是烦死的代言人。开心一点，把帽子摘掉，很好看。没有，头发都。我白天就戴了帽子嘛，因为白天它很热嘛，所以就头发就这样了。谢谢点赞，谢谢谢谢帅哥你们，谢谢。来，还没有给阿紫点点赞的，把阿紫的赞赞点起来好不好？谢谢谢谢谢谢点赞，谢谢。把衣服要换掉，穿着肥婆的衣服难看死了。我现在去哪里换嘛？现在没有在家，现在我们在姑姑家，我去哪里换嘛？对不对？
谢谢点赞，谢谢谢谢帅哥姐们，来还没有关注阿紫的吧，关注点起来好不好？我们今天就破万，谢谢谢谢帅哥姐们，谢谢你们对阿紫的支持，谢谢谢谢。阿姨妈，你过来一下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我们聊一聊，我们两个先去打工。我不想跟你聊，我是不会去打工的。我凭什么让我去打工？你什么意思呢？我又不是故意的。那你过来嘛。我不想过来，你就是想跟我说让我去打工，没吗？没得商量。那我去打工，你在家里行吗？不行，我们两个都。那你说阿伟哥的车谁来赔？让谁来赔？我又不是故意的，对不对？我只是轻轻的踢了一下，我就这样踢，轻轻的踢了一下，你怎么让我赔啊？我又不是故意的，谁让你们两个去勾搭了啊？谁让你勾搭他的，对不对？要不是你的话，我也不会这样子，知道吧？你现在把人家的车踢坏了，你错了，你都不说，你现在还有那么多话说啊？因为你真的是。我去阿伟哥公司上班了啊。你去的话我也去，你以为笑死了。那谁来照顾奶奶？我凭什么在家照顾奶奶？那你去，我在家里照顾奶奶行吗？那你去打工，你去挣钱来还阿伟哥。我不想跟你说话。干坏事了还有理了啊你。那我赔给我帮你赔，你现在你过来嘛，你过来我们商量一下你。我真的是服了他了，他现在坐到那对面远远的，他在那里骂我。哎。我没有人。我是打工人了啊。你不是打工人，那你是干嘛呀？你是干饭人啊。你不打过，那你说的。我长得这么漂亮，有那么多的男人追我，追我的人从我们村里面排到镇上。他说追他的人从村里面排到了镇上，我笑死了。那么多人追你，那你以后就不要缠着阿伟哥了。意思是，你跟阿伟哥很配的意思啊。那你跟他不够配啊？那你觉得你跟他配啊？啊？你那么多人追你，对不对？你干嘛要？我都服了，我服了。你真可笑。说实话，你没把我打出来，我把你们骂他。谢谢点赞，谢谢啊。可笑的人应该是你吧？可笑的人是你，你把人家车搞坏了，你还有理了。你小声一点，你小。我只是轻轻的踢了一脚，我只是轻轻的。你小声一点好不好？你把姑姑家的隔壁邻居人都招来了。我又不是故意的，你。你过来坐好不好？你。我凭什么？我不想跟你坐。你过来，我跟你好好聊一聊。你快点过来。来，帅哥姐们，我们把阿紫的赞赞点起来好不好？你们支持阿紫的，把阿紫的赞赞点起来。然后我们今天必须要说清楚，阿姨们，我们两个谁去打工来挣钱陪着家阿伟哥这个车的钱，好不好？还让我去打工。我们今天必须要说清楚，对。所以呢，你们把阿紫的赞赞点起来，还没有点这个黄色的爱心的，点把这个黄色的爱心点起来，好不好？帅哥姐们，谢谢你们了。还没有关注阿紫的，把关注点起来啊，把关注点起来。你过来，我好好跟你聊，你快点过来。点赞，我不跟你吵了，你过来，我跟你说个很好的话，快点。你太烦了，不想来了。快点来，这里有个啊，阿伟哥来了，阿伟哥连麦了，快点。你快点过来嘛，阿伟哥来了。你还骗我，不想来。真的，哎呀，阿伟哥，你在哪里呀？
哦，你在你来找我们两个吗？真的？你以为你是谁啊你？啊？你给我们带了好吃的呀！啊？你给我们带了好吃的呀！阿伟哥，你来找我，你在找来找我们的路上是不是？啊，好吃的不用带了，因为你人来就行了。阿伟哥，哇，阿伟哥，你来找我们两个了吗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子骗我了？你什么意思啊？